圳有間中國特色的小酒館，仲係首間可以有漢服體驗的餐廳。等我哋今日一齊就去穿越古代啦！所有的酒都是他们自己酿的，而且以甜味为主，很适合女仔喝的。还有他们每一张台都有这个好像签筒的酒令，整班朋友上来喝酒都不怕闷了。